What's up, guys？ 我是 Rain， OK， 不是涛，大家听好了，再讲一次我是涛，我就找涛哥拍个合照。我都送在线才练腿的哦。OK， 哇！欢迎来到杠铃二室啊！有在关注我们影片的小伙伴们都会知道说，我们两个是上班族，所以说平常加个班啊，还是说跟同事出去吃个饭啊，可能就没有时间训练，因为健身房可能只开到12点，大部分啊。那这时候回到家，你还是想要满足一下今天没有训练到的部分。那前阵子呢，其实我买了Future Lab 第一代的这个健身椅，就是想要放在家里看是不是用得到。后来使用一段时间之后，最近又出了这个第二代的健身椅，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，说第一代跟第二代到底差在哪里。那我们仔细的去使用它，并且分享我们的心得。OK， 首先呢，先把帽子戴好。它其实你肉眼可见，它第一点差最多的是它自己大 logo 变小 logo。对，但是其实近年来的话 ，logo 应该是越大越好，那个小菠萝，大菠萝。再来呢，它改变的它有一个，还我觉得蛮喜欢，就是它这个握把本来是透明，但是它是这种活动式的这种握把。可是它这其实虽然说美其名啊，它可以就做一个旋转的动作，可是它其实太短了，所以你转起来会有点卡到手指，而且其实不太舒服。那它这个改成就是水平握把的方式，而且它这泡棉触感。很棒，其实也可以垂直啦，其实可以垂直，垂直变窄握一点。对，所以说它的这个握把，我觉得设计比较好。那再来的话，它是多还有多一个地方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它这个椅垫。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一代的话，其实已经最高了，它没有办法再放。对对，所以说它这样做那个比较偏垂直的角度的话，在训练肩膀的话，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，因为毕竟它这样的一个。第一代的一个高度的话，其实就不好去训练到肩膀。没错，对，那可以不要更集中一点，不然再躺下去会吃到我们上胸的部分。对对对对，那这一集其实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这个，直接来动。来啊啊，先生哪里需要放松啊？那我们接下来操作下一个他的腿部的一个器材的部分。OK，Let's go。第一代的话，他这边因为没有支点。所以不用他在做的时候，他整个腿是在甩动，然后器材发出不明噪音，因为他这边没有，他等于这边没有支点，所以变成说他做起来会很平，你也看得出来。对，然后再上我这边，放弃放弃。然后盖小弟手里的话，这个有挡板哦，所以做起来之后就会顺很多嘛。而且有那个海绵，感觉应该不错。有一个海绵体在把你这边撑住，海绵体宝宝。直接随时在等着你。好，很好。然后再来呢，然后再讲一点，你要看到，它这有个大板，对吧？我的比较长，他的比较短。不要这样，找我脸是可以伸长的啊！想不到吧？嘿，它这其实的话就是可以加比较多杠片。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像我们的放大倍率不一样，对，放大倍率不一样， okay. 原本3公分变成15公分，没错。现在这个的话，它做起来就是比较扎实，可是它还是有个缺点，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，这理论上的话，这个支点啊，应该是要设计在这边，因为你看哦，它吸起来的时候，它长度会不一致，所以到上面的时候它会变短，所以就有点像这样子，就是从你的脚背，正常都是从脚背，对不对？吸起来之后，它有点滚动，那其实。摩擦其实还是会有点不舒服的、啊。OK， 那对也没什么好挑剔的。What's up, guys？ 好，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角，我们健身小白 Jedi。大家好，我是健身小白 Jedi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要带。这健身小白，白，对，好，
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 Future Lab 二代的一个多功能训练营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椅子的话，就是在家里面可以使用。那对你来说，应该是一个符合要求。你有在上健身房吗？看起来身材应该是没有了，没什么在上健身房。对了，还好啦。对啊，对，但肌肉量大概40几公斤了。还好，小白小白。好，来，我们就接下来我们的训练了 ，Let's go。谢谢教练。那教练，其实现在你刚才拿的这两个哑铃啊，我们是要做什么新的动作吗？还是训练？其实呢，哑铃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去训练。来，首先我们先找我们的 Future 有多功能训练。OK OK。然后呢，我们蹲在上面。蹲好之后呢，手背在后面，然后把这个哑铃这样水平的举起来。OK OK。这叫水平肩外展。OK。然后再一个额头弯曲。OK OK OK。对，所以这个超级组我们可以称为。Okay, 好，首先我带着你做一个哑铃胸推的动作，来躺下去。OK OK OK。有没有数万？30没有。给我蹲了。来，手先握。OK。好。再来。我现在就是一个健身小白嘛，对。谢谢教练。这样直直推起来。那这动作的话呢，来慢慢放下去。OK， 慢放，对，要推起来，对，把它放慢放下来，对，胸部的位置 ，OK。海滩那次先换你摸我了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放下来。谢谢小林。来，再来，我们来训练一个肩膀的动作。来，这二代你可以调整到。就适合肩推的角度。OK， 注意之后呢，来，比较安分的脚脚放好。好，是小脚脚安分的放好。Okay, 是，这位学员不要太皮了，本票没有签这样不行。OK OK， 它的稍微有点长，所以在做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角度，对吗？好，来，要插到电脑门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直推起来， okay, 慢慢放。直推起来，好，脚放好 ，OK， 举着，好，很棒，完全正确 ，OK， 好，放腿上 ，OK， 再来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夹胸的动作，刚平胸的地方做完了，肩膀做完了。我们可以做个上胸，上胸的话呢，大概调到第二格，就会让我们的椅背产生一点角度，大概30度，不用去量，我也不知道几度。那其实这个呢，就是训练我们上胸 ，OK， 直推起来，注意这个要插到这一点啊 ，OK， 来推起来，很好，慢慢放下来，脚界踩地下，脚踩地板，脚踩地板，对 ，OK， 踩稳，那核心稳定 ，OK， 再来，来第四个。来第五个，来第六个，第七个，很好，来再来九、十 ，OK， 好放 ，OK， 好，好，这训练很棒哦，强教练，对，好来，你再做最后一个动作，是夹胸，先拿着垂直的方向，对 ，OK， 跟身体平行，我们先直直往上推，推到底 ，OK， 慢慢的往两边打开。好，来慢，好上来，把我们胸可以完全的夹紧，再来，再来，很好 ，OK， 好，慢慢放到胸口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动作可以练，是三头，来，双手等下握这个地方 ，OK， 那这个的话就是类似于载具卧推 ，OK， 来，手再窄一点 ，OK， 然后。下放一点，直直推上去，慢慢的放下来，手腕角度注意一下，不要去做一个有折到的动作。OK OK， 那就是三组。教练，你这样我没办法专心，知道吗？好，我来帮你补。我第一次被男将直击啊！来，我们不要笑，我们继续推，很好。来，
号，视线逐渐模糊。快不行了，这是我的胸毛，这是我的胸毛，不要紧张。来，快不行了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们来这个动作的话是水平坐姿划船，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好，来，我们等一下的话呢，我们先坐好之后，双脚打开，踩稳地面，然后呢，双手稍微有点转的感觉，压住，然后往后，手从内收，对，去收缩，把我们背肩胛骨地方往后去夹的感觉。我教练很紧哎，很紧吗？嗯，对对对对，这边就这边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嗯，轻弹。那一个好的教练其实是这样子，会员在操作的时候呢，你要尽量给他鼓励，是会，好，非常好，做得非常棒，谢谢教练。我刚刚看着你的背，觉得你非常的在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来，那这个动作的话呢，我还有个窄的 ，OK， 我窄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子嘛，好，对，来，那一样是往后拉手，但他的角度不一样，所以他需要的肌群也不一样。来，那手肘一样是内旋吗？不用特别内旋，不用特别内旋，只是 OK， 这个桡骨的话是只是往后。好好，那手肘要过身体中线吗？你可以过中线的话，过中线，好好，因为每个活动度不一样 ，OK， 来继续 ，OK， 这样吗？对，没错，这样，教练这样吗？没错，继续。对，继续。教练好酸哦。酸很好，对，是这感觉。快了，快了，快，对，快了，快出来了哈。OK。非常好。啊，教练这个动作好开心，好舒服，很舒服啊。吼嗨一声呐！吼嗨一声啊！好 ，OK， 好。猴塞雷啊！那我们这个椅子差不多就到这边 ，OK。那我们等下就做个简单的总结。今天我们的教练带我们做了很多知识，也吸收了很多知识吗？对，对，解开了很多知识，好吗？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去我们的Future Lab 的官网去订购。对，没错，去订购。我们也会提供网址在我们资讯栏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想看我们拍什么样的影片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好，那记得哦，赶快去按赞。所以我们先找到他的一个重心。OK， 直接把举起来。哦，不要撞到头。今天这个叫什么动作？这叫做站姿肩推。OK， 那通常我们会做四组十二下，然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个单手的这样的推法，一样，记得不要撞到头。OK， 反手多功能训练，反手划船。二头弯举。叫做多功能训练，卧推，坐姿卧推，对，卧姿卧推。我们的腿推 ，OK， 我们的手可以往下拉，稍微增加点重量。